是什么人？你个小小的芝麻官管得着吗？叫你们知府过来说话！大胆狂徒，如此嚣张，眼里还有王法吗？王法？我就是王法，上！ 知道什么叫王法了吧？让你狂！带走！是。 小二娘自己杀死了自己的丈夫，她自己也是这么说的。为啥呀？据她说，是误杀。哦，那这么说的话，咦，你这个可恶的黑寡妇呀！她现在是寡妇了，但人看起来挺白净。你弄啥了？她长得白不白跟我有啥关系？我说的是这个黑寡妇，你真是……大人，大人，憨啥嘞憨？憨啥嘞憨？ 有啥急事啊？难道少爷跟外边有惹事了不成？确实，少爷又有事啊！这惹事了。少爷他又在外面与人打架。
被赵大人带了回来，人现在在那儿呢，大堂上。换官服，通知赵司令去案发现场看看。让开！大人。现在伤心也没用，说说当时的情况吧。我相公好赌，经常深夜回家。昨晚半夜时分，我迷迷糊糊睡着了。娘子，是我。当时天黑，我相公倒下以后，我也吓坏了。感觉好像是有人，我也没敢去追。这是你相公的吗？马。你个小鳖孙，你是弄啥嘞？知不知道我是弄啥嘞？啊，敢欺负我儿子，不想活了吧你？大人，弄啥嘞？想贿赂我？知不知道我有啥手段？你什么你？我什么我？我让你尝尝我的手段，你信不信？哎，胡大人，在下锦衣卫校尉陈庆玉，我的奉命陪护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、王公公的亲侄子。王林来江南巡游，这是我二人的令牌。啊！你咋不早说嘞？拦着没让我说呀？哎呀，下官有眼无珠，有眼不识泰山的。你就是王公公的儿子呀？嗯。啊？哎，侄子。啊，王公公的侄子呀？哎呀呀呀呀！一家人，来，上座，请上座。杀人？谁说你杀人了？我们来就是想问问这顶帽子到底是不是你的。不是我的。到底是不是？啊，是我的。你的帽子出现在杀人现场，能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？我说那天在赌场。
你都输这么多了，还要玩？再输了怎么办？马爷，这局我肯定赢。好，你都这么说了，如果再输了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好，就依马爷的意思。小子，我记得上次饶了你一次，这次你可想好了，是还钱呢，还是留下你的手呢？马爷，您再宽限我两天，我一定把钱还上。不行，今天必须把钱还上，如果还不上，咱们就按规矩，十两银子一根手指，啊，连本带利呢，一共是100两。你数数，你还剩几根？别，马爷，您放我回去，我就是拆房、卖老婆，我也一定把钱还上。哎，马爷，听说这小子的老婆长得可正点了。马爷，我家娘子就在里面，你自己进去吧。是你威逼无二，欲行不轨了。不，我真的没有杀人，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再说没关系，你不威胁他能死吗？再说他欠你那点钱，你就打别人老婆主意，你是不是缺德？我缺德。人虽然不是你杀的，但你脱不了关系。你是让我们封赌场呢，还是？跪下，我愿意赔钱，赔多少我都愿意。王老弟，咋样？比京城里带劲吧？不，带劲。带劲都中，带劲都中，管谁谁都带劲。大人呐，可还收他呢？中，带劲。姑娘们好生伺候着啊！大人，我这夜宵都给您备好了。啊？一点都没有胃口。大人您放心，我们这儿夜宵啊肥而不腻，都是些个汤骨，您好好滋补一下，包您满意。你乖乖，你长点心中不中啊？挑最好的上都行了。是大人。真是，王老弟，这个夜宵啊你还真得尝尝，壮阳补肾，堪称一绝。你要不吃，你后半夜你可顶不住啊！哦，呀，你他娘！他娘，你来了，你躺着我的脚了你！亏你还是个知府，你儿子被人欺负了，你还有心思去怡红院？哪有你这么作贱的？哎呀，乖乖，你不知道啊，你弄是，你说是撤吧。来，大娘，你别生气了，你坐，你听我跟你说啊。你说咱家那10万两银子，好不容易疏通到徐尚书那儿了，答应我找机会代替老东西那个位置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咱要得罪了王少爷，
就相当于得罪了汪公公；要得罪了汪公公，就相当于得罪了皇上；要得罪了皇上，别说那十万两银子没了，就我这个知府这个位置都保不住了，你知道吧？那怎么办呀？咋办？你还能咋办？你管好你那小鳖孙子就行了，我的事你少管。命案已经调查清楚，吴二是引狼入室，咎由自取。谢二娘属于正当防卫，误伤人命，不应追究她的责任。大人所言极是，我们乡里族人完全信服。既然里长也无异议，我们就回去结案复命了。这五百两银票你收着吧。哪来这么多银子？狗嘴里撬来的。谢谢两位大人的大恩大德，我真是……哎，别，以后再找婆家眼睛可得擦亮点。我说贾公子啊，你也该回去了，还有几位官爷等着我们小翠姑娘呢，人家可是出手阔绰。这么多姑娘，难道就非要找小翠不可吗？贾公子，你要是真的钟情我们小翠姑娘，拿赎银来呀，没有赎银还想独占花魁。小翠儿姑娘，好好伺候这几位官爷，少不了你的。我一定会凑足银两的。你别动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有事招呼小的我来办呢。来，我给你倒点水喝。谢谢。咋的了？这是咋病得这么重啊？前几天连了长夜，受了点寒。情更郎中吧，叶成，那你麻烦掌柜辛苦一下。哎，不麻烦不麻烦，德济堂就在咱们对面，我得给你倒上点儿。脉结福紧，发热散服至少也得两三天。太傅，我明晚还要出去一趟，医者只能是顺势调理。谁要说手到病除，那肯定是唬人的。就是天大的事儿，也得等好了以后再办呢。大夫，大夫，出诊费、医药费一共是5000银子。大夫，我能不能先赊着？我身上真的没钱。本来约好明晚要去我东城岳父家。找我那未婚妻借点钱，可没想到偏偏此时病倒了。你一个异乡人，怎么能赊账呢？再说了，你岳父家既然在此，你何不住他家里呢？我跟我那未婚妻是小时候双方父母订的婚约。年前，我的父母相继病故，不得已。我只好投奔我的岳父家，可没想到他现在压根儿不承认这门婚约。好在我那未婚妻看我可怜，约我明晚二更天去找他，给我一些私房钱救急。你岳父是东城哪一家呀？我
只知道人称流银匠。哎呀，他这岳父我知道，做金银器的那是有名的富商，也是有名的铁公鸡。你说他们家那么有钱，连个仆人都不请。客官，我看你这婚事啊，没多大戏。这样吧，药费先欠着，治病要紧。谢谢。干杯！嗯。哎呀，我的好老弟，胡兄啊，您的事儿交在兄弟身上啊，明天我就回京城找我叔叔啊，让那个蒋巡抚啊快点滚蛋。再见。哎呀，王老弟，嗯。事成之后，南直隶那就是咱兄弟俩的地盘了。嗯，到那个时候，我给你盖一个花园豪宅，嗯，光之美女，嗯，哥保证，比皇宫里边的三宫六院还带劲。哎呀，怎么着？哎，你也乖乖，嗯。你这个马屁拍的还怪响嘞！咦，我的小乖乖，等会儿一定要加油啊，给老爷多赢点钱，老爷亏待不了你啊！老爷，来，哎，巡抚蒋大人今天就要来了。啥？不，他来弄啥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还是谨慎为妙。哎呀，也是，这个老东西办事不行，但他坏事可是一把好手啊！通知所有人，从现在开始，办事一定要谨慎，千万不敢出啥意外。是，大人，大人，出事了！啥事啊？西城七员外家今早死个厨子，现在几乎全城的厨子都罢工，聚在他家门前讨说法。啊？一个厨子死了，怎么这么大动静啊？死的这个孙大厨辈分很高，据说全城一半多的厨子不是他徒子就是他徒孙。哎呀，住了住了住了，说重点。前些天老头听说一些徒孙家里困难，于是答应给他们接济粮米，今早在称米时因见米质没变和东家就吵了起来。这吵闹间两人有了肢体冲突，突然间老头就捂住胸口倒地毙命，这才引起冲突。那你们都闲着干嘛呢？不赶紧去处理这个事儿吗？今天巡抚大人就要来了，你这不是给老爷添乱呢？是不是老爷？你说的对，没用的东西，没用的东西。石爷，哎，你去吧，你跟赵司礼一块去。哎，要不咱俩赌十两银子，斗一次？属下不赌了。不赌你还不赶紧滚！姿势有因，官府不予追究。本大人奉命缉拿要犯，尔等将速速离去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下来！父老乡亲们，孙师傅逃离满门，为人仗义。像他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不幸离世，我们官府非常重视。我知道大家都是孙师傅的至亲好友，关切愤怒之情本官深表理解，但是现在我们急于勘验问讯，查实取证，如果诸位再聚集在这儿的话，势必会影响我们办案。
我看不如这样，你们推举两三个可信之人，随我们一同前往。请大家放心，本官一定依法处置，公道办理。大家都安静下，安静下。既然赵大人已经说话，大家都知道赵大人一向秉公执法，心系百姓，此案交由赵大人来处理，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。赵大人，我是孙师傅的大徒弟，他是孙师傅的女婿，我们留下就行。好，那就多谢了。大家都回去吧。倘若官府不秉公办理，咱们再聚众起义。好。二位大人，有失远迎。你家老爷呢？我家老爷没在。别吞吞吐吐的，快说实话。真没在。爹，爹。我爹刚才还在这儿，怎么就不见了呢？你爹啊，刚刚与你捉迷藏呢，快去找他出来。啊，我知道。轻一点，你轻一点。过去。黄永长，快去。二位先不要冲动。你就是戚员外。真是小人。人是你杀的？不是不是。当时小人与那老头争吵推拉的时候，他不小心就倒下了。后来我听说他是旧病复发而亡，根本就不是小人打死的。你说的可是实话？回大人，句句事实啊。哦，按大明律法，枉伤人命者斩，搞不好还得株连九族，是吧，赵大人？对，株你九族。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啊！小人知错了。只要不杀小人，小人就是倾家荡产也愿意赔偿。大人，大人，还请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大人，那贪狼赔多少银子呀？我出一百两，一百两行了吧？一千两，一千两应该行了吧？五千两。行，我出五千两。五千两行了吧，大人？我出五千两。哎呀，江大人一路辛苦，下官应急来迟，还望恕罪。来来来来，请进，请进，请进。知府大人啊，方才途中听说扬州城里发生了人命案，可有此事？哎呦，福台大人，纯属谣传，绝无此事啊！福台大人，知府大人所言不虚啊，小人也可作证。不愧是上州大府啊，胡知府的为政果然不同寻常啊！过奖过奖。知府大人，要不小人先去宴宾楼准备一下，为福台大人接风洗尘。哎，万万不可！福台大人情命渊博，谁不知道？咱不能坏了老爷子的名声，就在衙门里粗茶便饭即可。大人，你觉得我这么安排中不中啊？还是胡知府了解老夫啊。大人这边请。慢点儿。来，客官，趁热喝。啊，谢谢掌柜。不客气。
师爷。没事没事没事。那个咋样了？这个账今天能不能磨平了？哎呀，您放心，今天晚上之前一定做好。中，做完之后一定要从头到尾再核对一遍，千万可不能让老东西给看出破绽。有我在，您放心啊。大人，大人，昨晚发生一起命案，银匠刘百顺夫妇被杀，家中还遭了窃掠。啊？那案犯抓住没有啊？没有。有人证没有啊？案发时，死者夫妇的女儿刘春娥在家，不过刘女当时也被打晕了。哦，那走，咱去看看。王师爷辛苦啊。凶手下手很准，二人几乎都是一刀毙命。那凶手会不会是惯犯呢？这倒不一定。刘姑娘，家中可有什么财物被盗？家父和房中的金银器差不多都被拿走了，麻烦你带我们去看一下。刘姑娘，这间屋子以前存放的都是什么东西啊？这里多数都是我爹打造的金银酒器，还有一尊金佛和一对金麒麟。啥？金佛金麒麟？那我问你，恁家除了这个地方被盗，还有啥地方被盗？别的地方我还没来得及细看。哎，那个姑娘啊，官府查案查的是越详细越好，你要让我们把恁家所有的地方都查一遍，尤其是存放贵重物品的地方，你懂不懂？这屋子里有一间暗室，贵重的东西可能在那里面。啊，那你快呀，你快带我们去看看呢。乖乖，大人，还有这儿。乖乖，姑娘，幸亏这个地方没有被盗啊。是啊，大人。我跟你说，门一定要锁好，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啊！知道了，大人。阿忠，咱走吧。姑娘家中还有何人呢？没了，就剩我自己了。乖乖，一个弱女子遭此大难。作为一州的父母官，我深感自责呀。不过姑娘请放心，从现在开始，本官就算肝脑涂地，也会保证你的安全无虞。赵推官，在。我限你七日之内，务必侦破此案。卑职一定竭尽全力。谢谢钦天大老爷。姑娘免礼。刘姑娘，你有没有看清凶手的长相，或者说这些天有没有什么陌生人来过你家？
前些日子，我的未婚夫婿来过，我还偷偷给他留了一些银两，约他昨天晚上二更天时来取。那你确定那个人就是他吗？我昨天晚上也没有看清楚那究竟是何人。你再仔细想想，说得详细点。昨晚我将银两和首饰用帕子包了，放在屋子外间桌上，二更天时那人进屋，我以为是我那未婚夫嘛，就让他拿了银两赶紧走。谢谢。后来我听声音不太对，你不是王公子，你是谁？站住！你站住！你是谁啊你？结果我就被他打晕过去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父母已经在院子里被害。那个帕子里具体包的是什么东西？里面包了一些银两，一只银镯子，还有一把长柄金锁，帕子上有我绣的荷花。那你未婚夫叫啥名儿？吴王任敏。在哪儿住啊？龙胜客栈。哎，司礼大人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慢慢呢？你这是不是住着一个叫王任民的人？有有，左手第三间。哎，你就是王任民？就是小生。有起命案跟你有关系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官爷，小生初来乍到，哪里没有去过？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？把人带走。官爷，官爷，小生没有杀人。官爷，官爷，小生是冤枉的，小生是冤枉的，没有杀人。官爷，小生冤枉了，官爷，官爷，官爷，长贵了，你给我多交代。长贵，我真的没有杀人，长贵，我没有杀人。司礼大人，这怎么给他抓起来了呢？啥意思？这是昨晚的命案，他有重大嫌疑。昨天晚上他不病着呢吗？我给他熬的药。那麻烦你也跟我们走一趟。见光的事儿我就算了，你看我这生意，是吧？司礼大人，走，刘纯娥，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的呀？大人。这正是民女的东西。王任民，你这个畜生！这个畜生！你这个畜生！畜生！你为什么这么做呀？纯娥，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怎么来的。大胆狂徒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还敢抵赖？来人呐！来，给我拉出去，大刑伺候。是。大人，大人，我是冤枉的。大人，大人，我是冤枉的。马掌柜，别看了，给你说说了吧。知府大人，小人说的句句属实，你可得明察呀，是吧？你还句句属实，你还明察？我问问你，城里边那么多客栈，他为啥偏偏住你那儿？那俩非亲非故，你为啥天天熬药伺候他呀？是不是那俩同谋作案？知府大人，你这就有点血口喷人了，大胆刁民！来人呐！来，给我拉出去，大刑伺候！哎，你看这和我……大人，你别动不动就大刑伺候，
咱们调查清楚再说。赵司令，大堂之上，要明白你自己的身份。吴大人，严重了。王小薇，传话下去，动刑可以，但要出了人命，绝不轻饶。是。这么说，拿回来罪还怪硬了。到了咱大狱里，没有撬不开的嘴，让他再多待几天。不过你得记住，千万不敢弄出人命来。那老东西现在还在这儿呢。这点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不过大人，嗯，你看能不能把刘春娥一起判了？啥？刘春娥？这事跟刘春娥有啥关系啊？你判个穷书生有什么用啊？那刘家可富得流油啊。咦，谁说不是啊？那满屋子的金银财宝啊，咦，乖乖。按大明律法，淫邪通奸、弑父杀母，那都是重罪。只要把刘春娥一起斩了，那刘家的钱不都你说了算？高，实在是高，佩服。刘春娥，官爷，什么事啊？奉知府大人之命前来缉拿你归案。什么？为什么要抓我？那王瑞民已供述，你与他勾搭成奸，为谋夺家产，故而设计杀父弑母。奸夫，淫妇！咦，这个奸夫淫妇！来人呐，给我拉出去斩了！弑父杀母，罪不可赦！我都是读书人，怎么这么不明事理？只要你承认是春娥怂恿你去杀的人，你顶多是个怂犯。你还有脸跟我提什么读书人？读书人当中可没有你们这些颠倒黑白、阴险狠毒的败类。软硬不吃是吧？
刘春国。大人，大人，我没有串通别人杀害父母，我是冤枉的，大人，我是冤枉的呀。王任民已经招了，你赶紧招了吧。待在这儿受皮肉之苦，你何必呢？可我真的没有杀害父母呀，大人，我是冤枉的呀。好，不听我良言相劝，等着严刑伺候吧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我冤枉了。好，你怎么来了？找你喝酒不行吗？那个刘春娥被抓了，还被动了刑。动刑了？嗯，骗你干什么？凭我女人的直觉，肯定是栽赃陷害。你管得了吗？我就是管不了了，所以才来找你嘛。我就不相信你会袖手旁观。这个案子看来还真没那么简单。必须得从头查起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！来，干！哎，大人，周掌柜，这些天有没有什么人来你这儿兜售或者兑换过金银器物的？这两天白天来的客人比较多，倒是前天夜里来了一位客人比较特别，他拿的都是刘记字号的精品。你可曾见过他？以前从未见过，此人来时头戴斗笠，浑身水迹。隐隐约约看见他一只眼睛戴着眼罩。我急用钱，把这些金银器尽快给我兑换成银两。您稍等，我这就去过城。稍等啊。小人兑换后，实在觉得这尊金斧花了可惜，就将斧下留了下来。苍雅，找了没有？女的画押了，那男的死硬到底。那你赶紧想个办法呀，胜利夜场猛夺，万一巡抚大人一查收，那就麻烦了。没事，物证有，只要他一画押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本案得定的事儿，巡抚大人也不能怎么样。你说的对。就算他上报朝廷，我也不怕他。不要以为他巡抚的位置没人敢动他。
这是这俩罪犯的口供，你看看。如此看来，正如胡大人所说，是串通一气合谋弑亲了。对呀，白纸黑字，证据找找啊。刘承恶，杀父弑母是忤逆重罪，按律当初斩立决，这口供可否属实啊？大人，我招供，我全都招，我就求求您，别让他们再打我了，别让他们再打我了，求求您，求求您。王仁民，本巡抚问你，这口供可是你亲口所述？小人现在除了喊冤，并没有任何一句供词。小人身陷囹圄，百口难辩，酷刑之下，只求速死。小人死不足惜，但刘春娥，她是无辜的，她比小人更冤。大人，如果您要杀，就杀了我。王仁民，你说你没杀人，那这个东西从何而来呀？这什么这？人证物证俱在，来人呐！在。打入死牢，择日问斩。是。老总。武台大人，卑职以为此案还有蹊跷之处，可否暂缓几日，容卑职详查？赵司令，你要查啥呀？难道你要翻案不成吗？啊！人命关天，难得赵司令如此的严谨，暂缓几日又有何妨？这多谢武台大人。你楼上的客官那就拜托了。好。那我就先告辞了，辛苦了啊！好。不是说好一千两吗？怎么又成了两千两了？
贾公子，你收的那是半年前的价了。您怎么说涨就涨了？难道就没个规矩了？啥规矩？这半年了，吃穿用住哪哪不得花银子？再说了，胡家二公子还要包养我们小翠儿呢。什么？胡二公子要包养他？哼，人家出的价可比你高多了。相遇，哎呦，贾公子果然出手不凡呐！人呢？进去了。我去他那儿看过了，一无所获。现在没有证据，不能抓他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要不你先回去吧。我一个人清静清静，好好想想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想上这儿清静清静是吧？啊！你个臭郎中，还跟本公子抢女人，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，什么东西？啊！你不要熟人吗？今天本公子就让你亲眼看着。我是怎么把小翠儿带走的？小翠儿啊，这是干啥呀？小翠儿，小翠儿，小翠儿，怎么回事？大人，刚才我和胡二公子就是一时冲动挥了几拳，但是现在误会已经解释开了。您看，还惊扰到您二位，那时候不早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确定你这样是没事吗？我就是。大人，贾郎被他们打成了那样，你可为我们做主啊！哎，赵司礼，别听这个贱人胡说，一个臭郎中，还敢跟本公子抢女人！难道不该打吗？是是是，大人，二公子说的对，那个假郎他就拿了1000两银子还有一个金锁，就要赎我们小翠儿姑娘，人家二公子还要包养小翠儿呢。你刚才说的是什么金锁？在哪儿？大人，赵司礼，这金锁刘君娥是否已经确认无疑？回大人，已经确认过了。你能确认此物是贾郎中押给那保姆的？
当时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。赵司令，你刚才说怡红院有人打架斗殴，你碰巧找到了这个金锁，那会不会是打架的对方栽赃陷害呀？啊？打架的对方？应该不会吧？呀嘿，耶，赵司令，平时说话底气不是很足吗？哎，这今天咋了？今天？啊？今天底气咋不足了呀？啊？我问你，为啥不会是打架的对方？因为打架的对方就是。是谁呀？就是你家的二公子。是我。啥？小鳖孙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奶奶，我抓着你，我腿给你打死！哎呀，怎么的了？又大呼小叫的？小鳖孙来，快给我找出来！人不在，出门了。去哪儿了？上他舅舅家去了。快去给我找回来去！我才不管呢，自己去。哎，奶奶，气死我了！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那事儿如果让赵明九去办，容易会坏了您的好事儿啊。那你说咋办啊？老东西亲自点将，你看这形势，一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啊。大人，借也不说话。当务之急，只有杀掉那个老的。啥？啥人呐？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贾耀峰贾兄弟，专门来咱们老虎山入伙的。这位是二当家的刘盆子，这位是三当家的李四。耀峰，见过二位当家。贾兄弟不必客气了，我们都是粗人。敢问贾兄弟，以前在哪座山混的？哎，贾兄弟跟我可是一个村的，以前当郎中救过我的命。这次上山避难，咱们可不能不仁不义。打今儿起，贾兄弟的事儿就是咱们的事儿。好啊，贾兄弟以前干过郎中，能识文断字，那咱们不就缺这么一个军师吗？那岂不是天助咱们老虎山吗？是吧？哎，这贾兄弟来就给咱们带来了符咒啊。嗯，刚才我们哥俩在山下干了一大票，等会儿让贾兄弟给咱支支招呗。把人带上来，带上来。师傅，啊，师傅，看看，看，快看。
刚给我打的，啊，这儿啊，我，给我打！啊，爷饶命！爷饶命！爷饶命啊！爷饶命！爷饶命！我兄弟脸上的伤。 就是你弄的呀！是不是因为无助，爷饶命啊！我不管你是谁，触犯了我兄弟，你就该被点天灯。来啊！哎，哎，大哥，就这么杀了他，那也太便宜点了。怎么的也得敲他十万两银子再说呀。对，我得有钱。大哥，贾兄弟说的对呀。 司礼大人，知府大人要您火速回衙门去啊！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这属下也不知道。走。你个小鳖孙，少爷被劫持了，你回来干啥啊？你不保护少爷，你回来干啥啊？他是回来报信儿的。啊，对，他是回来报信。那也不行啊！你他娘的气死我了！你。哎呀，大人，出什么事儿？ 赵司令啊，我连儿子被山贼给劫持了呀，咋办呢？二公子被劫持了，啊，消息从哪传来的？你快给赵大人说清楚，快点！二公子害怕知府大人打他，让小人陪他去救救贾朵屁，途经老虎山时，被一伙山贼劫持，那贾郎中还有贾郎中，到底是谁？我们也是被挟持到山上时，才看到那个贾郎中。 你快想想办法吧！山贼有多少人？有几百人。多少人？几千人。你他娘找你多少人呢？小人当时吓得半死，根本没看清有多少人，就知道全都是人。哎呀，大人，山贼劫持二公子，无非是想要赎金。 我觉得这件事情，咱们先礼后兵，两手准备。不过一定要快，事不宜迟。那就快快快呀！师傅，我怎么活呀？您赶紧给我想办法把我儿子救回来呀！不管了。您就不用担心了，大人已经安排好了，明天几千大军上山去围剿山匪，一定会安全救回二公子的。 哭哭哭！就知道哭，当初要过来咽点，不用金钱。我的宝贝儿子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！哎呀，别哭了，中不中？你烦死我了！赶紧去，赶紧去，把家里的钱都拿出来给土匪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都给他，我不要了。 奶奶，气死我了！大人，哎呀，夫人也是爱子心切。大人，不过明天请设法支开赵明九。为啥呀？有他在碍事儿啊。 我得设法杀掉贾郎，这样刘成娥的案子才能死无对证。大人，赵大人有要事求见。有请。是。赵大人，卑职拜见府台大人。免礼。赵退官，深谢至此。 所为何事啊？大人，明日进山剿匪，兵将众多，卑职就不一同前往。哦，这是为何啊？近日卑职明察暗访，流银匠夫妇命案已基本了然于心，只是苦于证据不足，才一直未向大人禀报。而现如今贾郎中自甘落草，恰恰验证了卑职之前的推断。 什么推断？
说说看。贾郎中与那妓女小翠本是青梅竹马，情愫已久，只因事情突变，小翠才被迫被卖到怡红院。贾郎中一心要将她赎回，一直在到处给她筹钱。那这与刘家凶案又有何干呢？贾郎中在给书生王任民看病时，偶然听到王任民的岳父，也就是刘隐匠，很有钱。而在他听到王任民当晚要偷偷去未婚妻处取银两时，便起了歹意。而只有华掌柜和贾郎中才有机会做手脚，冒名前往。有道理。正如刘春娥所讲，在黑暗中拿到银两的凶犯，被刘春娥发现声音不对，才引发了血案。你是谁？那从王任民处起获的赃物又怎么解释呢？这个很简单，王任民当时因病卧床不起，想在他房间做手脚，那简直是易如反掌。那你又是怎样确定凶犯？这个也很简单，其一，贾郎中压在妓院老板那儿的长命金锁，正是被抢的赃物之一，千真万确。其二，长命金锁被我们发现后，只有做贼心虚的凶犯才会选择落草为寇。你分析的有条有理，完全站得住脚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应该亲手去抓凶手才对，为何偏偏不去？大人，卑职不去就是为了亲手抓捕凶犯。此话怎讲？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卑职一直认为这是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，趁城内守备空虚，洗劫怡红院。你打算如何应对？若真是如此，大人只需给我精兵30，我便可剿灭山匪。小翠儿呢？你要干什么呀？三老板，你就把小翠交给他们呗。兄弟们，杀！杀！
二弟！爹！山贼，速速放开人质，就地伏法！我不放！胆敢违抗者，格杀勿论。这是夏天的，这是冬天的。哦，玉茹啊！哎，时候不早了，明天还要赶路，早点休息吧。走了。哎，玉茹。嗯，怎么了？那你也早点休息吧。清静清静是吧？啊，好。你怎么来了？
挣扎。